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今天夜晚打算去放地笼，特意从市场上买了5斤牛肝。牛肝的话腥味特别重，放在20米的地笼里面，然后地笼放在河里面，期待明天有好的收获吧。现在把这个牛肝剁碎了，放在地笼里面。现在地笼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，明天一早看收获吧。路程有点远，骑电动车去。昨天晚上放的地笼，今天一早来收一下，期待有好的收获吧。放了5斤牛肝。地笼就放在这里的，现在开始收网了。昨天晚上下暴雨，涨洪水了，水有点深呀，水位。嚯，看，地笼的一头就有货了，看见没有？全是小鲫鱼。这个地笼20米长，有点难拿呀。哎呀，天呀！哦呦，拿都拿不动呀！哎，感觉有东西在撞网，有东西在撞网，有东西在撞，有东西在撞。肯定有大货，感觉到了，拉都拉不动。太重了，拉不动。我的天呀，又感觉到了有东西在撞。哦呦，拉都拉不动呀，怎么回事？拿不动的话就收吧，用收吧。镜头可以到那边去拍。怎么回事？拿都拿不动呀。哎，大货去哪里了？感觉有东西在撞着呀。哦，嚯，好大的东京呀，这家伙不小。嚯，好大的黑鱼，看见没有？嚯，我就说吧，有东西的，拿都拿不动。你看这黑鱼都撞伤了，高兴坏了。
花10块钱买了5斤牛肝，没想到抓到这个大货，看见没有？一条大黑鱼。这家伙已经撞伤了，看见没有？一直在撞网，一直在撞。你看，哎，看，哇，太爽了！还有那种小鱼。哎，地笼的两头，另外一头搞到全是小鲫鱼，看见没有？全是小鲫鱼，你看，还有条这么大的泥鳅，黄晶晶的，好多小鲫鱼啊！你看，纯野生的小鲫鱼。真没想到还搞到一条这么大的黑鱼，这条黑鱼差不多有3斤左右吧，你看全部撞伤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，全是血，你看这家伙刚才在地笼里面老是撞网，我就感觉有东西在撞，你看撞伤了。这些小鲫鱼的话拿回家去放在鱼塘里面养着吧，哎，太小了也不能吃呀。花了10块钱买了5斤牛肝，没想到放在20米的地笼里面，竟然能抓到一条黑鱼，差不多3斤左右吧，呵呵，真是高兴坏了，还抓到一些小鲫鱼，哦。